大家好，我是伊莱莎。Hey， 大家好，我是 Sebastian Tadalagong。我们现在人在宜兰礁溪，然后我们今天要来吃瓮窑鸡。上次来宜兰完全没有吃，但是想说这一次冬天快过年了，就带我老公来吃一下这个瓮窑鸡。我非常饿，跟你讲，我非常饿。我今天吃很少，所以又可以吃很多鸡。然后其实今天妈妈也在，我婆婆也来台湾了，然后她五年没有来台湾了，这次是她第一次在影片里面，她不会在影片里面，但她可能会讲话，因为她不想要在影片出现，她想要专心的吃东西，对，所以没关系，就是让她抵达台湾先好好享受一餐嘛。今天就是会负责吃给你们看，然后看宜兰的蛙鸡到底好不好吃，我真的很期待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去吃看看。Okay. 好，走。来，热炒店，哇，什么？哦，厚的是待在里面，对，因为怕烫，是不是？对。OK， 大家好，我们已经上菜了。你看一下，哇，看起来非常非常好吃。然后我妈妈一直问我，我们可以开始吃吗？可以了，妈妈迫不及待了。妈妈，好来。呀，所以你不知道宜兰有旺仔吃吗？我都不知道是宜兰的名产。名产。对，哇，应该是一定要是旺仔。哇、wow. 哦！你看妈妈，我婆婆说很好吃，妈妈觉得非常好吃，哇！这是真的看起来超级好吃，超级新鲜，超级。我希望会有一个手套可以让我用拿的呀。对，给我妈妈比较好。这个还是有点太大块了，用夹太好夹，而且我婆婆她还是不太会用筷子。那个呢？那个阿伯。对。我婆婆会说我没有那个叉子。哇哇，好难整。不好意思，可以给我们手套吗？可以啊。谢谢。哦，他是可以要手套的哦。难整，太好吃，谢谢。谢谢。哦，好。哎呀。哇。哇。就真的太好吃了。它是窑烤的那种，就是超酷的。而且他们好像就标榜说他们是用那个荔枝木下去做窑烧，然后放在那个窑里面去焖烤的，好好吃哎，好香哦。哇！而且我刚刚点的这些，我点的一个烤鸡750，然后剩下就是两菜一汤，总共是380，我觉得其实价格还 OK， 因为分量真的还算蛮多。的皮真的好吃，皮好脆哦，对，糯米然后皮很脆，好吃，一口一口，好惊悚哦，它真的是整只全新的，什么都留给你。感觉好吃到讲不出话来。
啊，你根本都没懂。哦呀，我不会摘了这里。啊。其实宜兰礁溪这边有好几间，下次可以去试试看其他间。然后我本来是想要去一间叫大人哥的甘蔗的地方，当然离我们这里有点距离，下次也可以去啊，因为其实坐 Uber 过去大概只要十几分钟就到。然后有一间热炒店，它就是热炒店。对，特别适合带外国人来这边吃。峨眉山高，礁溪有那么大山，花落片。一般来说是都比较热爱的。你说礁溪吗？对。啊。Oh, no.
那部在跟就我偶尔看到那个叫哦，对，因为日式烤鸡在德国、在欧洲的话，它就会直接把你，它你也吃得到全鸡，但基本上他们会把那个头跟脚都剁掉，因为它的脚是黑色的。一般来说，台湾人很喜欢。哦，台湾人很喜欢吃鸡脚，但是这个脚我不知道会不会吃，应该会吧？应该喜欢吃鸡脚的人应该是蛮多的。Need a few more rolls, right? Okay. 里面有各种的。反正药膳的汤。好喝哎，你有喝吗？不然它真的的确是比较清淡。他们的调味都很清淡，然后它的食材都很新鲜，超大的。妈妈觉得汤好喝吗？他盛蛮多次的。Good is over, man. Yeah. It's good is over. Yeah, they are good. It is also quite oily, right? Many oil. Wow.它是什么？它是什么？那不是有那个什么吗？鸡汤。有。好像。有。真的有。真的有。哎，还有这个哎，哎，有这一款是什么东西？我都没有用到哎。那谁是？好像有熟的，谁是吧？它可能是要淋在那个鸡上面，效果。身体很好。对啊，他们在 Google 的评价有22000。对，我们可以租车，我们还一下是台湾这样。机会的话。Yep, there's somebody out there who rents the mobile the caravan. 我老公想要租露营车。对啊，我现在可以开车，所以可以合作。好吧，那可能之后有机会再租露营车。台湾的乐趣玩，要澳洲是 best。他妈妈已经饱了。哇，前面这里还有卖那个伴手礼，真的超大的，感觉就是专门为观光客开的吧。哇，我吃太饱了，我真的吃太多太快，然后还有我吃那个屁。所以妈妈不吃鸡，她是南昌人，可是我吃她的鸡，所以哦。
我老公刚刚就是猛吃，然后吃到后来他觉得太油，现在有点不舒服。但整体来说，我觉得这个餐厅是好吃的啦。这个餐厅非常好，非常好吃，非常哇大腿。我们会再来，然后下次可能也带我家人，然后一起大家聚餐，可以点更多东西。对对对，嗯，好，那这期影片就到这边。然后我们刚刚麦克风又坏掉了，所以记得开 CC 字幕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影片。安赞，拜拜。拜拜。